起来了。你看看你，看一下，跟我形成鲜明对比。我们俩走出去，我就是你家的女儿，妇女。我怎么了？我不就是那个头发乱了一点吗？来静，来来来，静静给大家看一下，你这干嘛了？这胡子，这头发。啊，别说了好吧，我现在去理。现在好多人都要我去理发了，说年底了，再不去理发，石头哥，理发店要涨价了。不要去理，就我们这样出去逛街最好了。我有多久没理发呀？我管你多久，反正每次理发都是要粉丝朋友催你去理。好像有三个月没理发。那谁知道呢？好像真有三个月没理，我头发长得慢，但是就是自然卷，然后又粗又多。其实我头发很短的，手指这么长，就是多又杂乱又一自然卷。不要找借口，你说你勤剃一点不就没关系啊？一会儿粗起来，一样子那我就理发了。老妈都嫌弃你。我是怕我理发之后，我这个帅气的颜值又回来了。我怕我去外面干活的时候，你在家里面不放心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可以。我这样的话，你放心一点，你知道吧？那就不要理了，然后我们两个走出去逛一下。你放去。嗯，你放去。来看看我帅气的颜值啊！你快走。好吧。帅气的颜值又来了。你这胡子不能剃一下吗？没有，他们用那个刀片刮呀，上次刮过一次，好疼，我还是用那个剃须刀自己剃。怎么样？把你的头抬起来，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胡子。没有，你别看这个，你就看一下我的发型有没有年轻一点，帅一点。没有，还是大爷一个。咱们缘分已尽。真的还像个大爷啊？没有变年轻变帅吗？你把胡子一刮就帅了，快点把胡子刮了。稍等，我马上刮胡子。哎呀，这胡子太粗了，好疼。有没有帅瞎你的脸？哼，我不想说，到时候就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瞎了眼才看上我的。嗯。那你这个眼瞎的好。一般的人啊，知道吧？以前我相亲相过好多次，都拒绝我了，他们没眼光。他们眼睛没瞎吗？还是王老师的眼光好，独特。王老师的眼光独特。快走，变相的夸自己。相了这么多亲，没有一个人看上你吗？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肯定有啊。有，那怎么就没成？我们这么帅气是吧，这么有内涵，我没看上他们啊。算了吧，看来就是一个都没看上你。要不你还以前还发视频征婚呢。陈年旧事就不提了啊。这不你自己提的嘛，就是觉得自己哎呀不错了，相亲相了那么多个，都是你没看上人家，吹牛。因为相了这么多期，我看上了三个，结果人家都看不上你，是吧？我还去了他们上班的地方。哎呀，你当着我面讲这个真的好吗？是不是觉得有孩子？没有，不是，这变相的告诉你，咱们冥冥之中就是有一个缘分，这个月老啊为咱们俩牵了红线。你是变相的在告诉我，你还对他们念念不忘？没有，月老帮我们牵了红线，不管我相多少亲都会失败。直到等到你出现，你知道吧？快走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是吧？帅气的我又来了，下午去喂鸡。